现在搭飞机也可以使用3C 产品了。交通部民航局公告，搭国际线还有国内线都可以全程使用转飞行模式的手机、平板电脑以及 MP3 等3C 产品，预计9月1号实施。不过像是平板电脑不能拿在手中，毕竟请电脑难以固定的话，则是不开放。手机通话限制也同步放宽了。未来起降时，只要机长同意，机组员对乘客广播之后，可以开放民众将手机或是发送简讯。